陆男星韩庚和香港混血女星卢靖姗在2019年结婚，夫妻俩在去年九月开心迎来一个宝贝女儿的诞生，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卢靖姗在生产后快速恢复纤瘦的身材，近日登上大陆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绝佳的状态和完美的身材成为大批网友高度关注的焦点。近日适逢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同时也是卢靖姗升格当妈妈之后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母亲节。非常宠爱妻子的韩庚当天特别在社群平台发文为老婆庆祝母亲节，他标记卢靖姗的社群账号，晒出一张他抱住老婆和妈妈三人一起拍下的欢乐合照，感性发文写道：祝一位新妈妈卢靖姗和一位资深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大批粉丝看到贴文后也纷纷涌入留言区祝福两位妈妈母亲节快乐。